我来自余姚，在我的童年时代，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会像这般卓有成就，而那个让我认识到教育意义的玩具就是乐高。它在激发我思考能力、拓宽思维的同时，又让我不失兴趣，也无数次在我失望迷茫之时给予我希望的光芒，将梦想照进现实。 I'm Sophie John and I build my dreams through Legos.